有本事通通事先讲哈，周日免费的最强关键战报，我只讲一个数字，叫做一八二五有没有？一八二五为关键。今天虽然没有站上，投资朋友，但只差十六点哈，特别特别留意的哦。那 OTC 下方有长均线往上筑砸的支撑，所以呢，看这个收脚，今天还没有，对不对？好，还没有，但是留意，特别加强语气哈。 未来两天是否留出现收缴讯号？一旦收缴确认起功。哈、哦，我们今天节目会讲得很清楚哦哈、哦。那不管大盘在什么位阶呢哈、哦，选股功力永远是制胜关键。上周五免费分享的谁？载配通、这一大龙东森全部喷出。我们的圣辉第二如期布局，然后喷出成功。今天呃自贸喷涨停来看哦。 这大龙是呃扣三 D 喷涨停有没有？东升扣三 D 喷出，好，这是宅配通也是扣三 D，依旧是喷出，江江江江的选股功力哈，堪、哦、称一流了。园区第一手讯息，帮会员掌握的自贸今天喷涨停有没有？我们买在一九零，今天二二九了，是不是哈、哦？事先布局。 不怕震荡，享受喷出，享受被全市场抬轿的喜悦。好，台北股市呢？好，今天很强哈，很强。那我跟各位讲哈，涨二四五八点之后的中中断修正。那为何中断修正？台北股市有机会酝酿高空走势哈？这点很重要。今天今天节目很精彩，一定要看哦。 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点股曾经的节目。好好，今天是礼拜一，哈，一个礼拜的开始，一月十号，礼拜一，台北股市呢开低走高，涨六十九点，收一八二三九，投资朋友有没有？ 个呃个呃似曾相似哈，离这个一八二五五的这个距离呢只有十六点，特别特别留意哈。在两大利空，美股下跌的利空，还有本土疫情利空两个利空的呃夹击之下呢，台北股市能够收在一八二三九，代表这个企图心是很强烈的。 我今天节目会跟各位分析哈、哦，用筹码的角度，用我们转折的角度，我认为这个地方经过呃涨呃两千四百多点之后的中段修正后，颇有机会酝酿高空的机会。而高空哪里来？我待会会用筹码跟技术面跟各位做个解析哈、哦。然后不管在大盘的何种位阶，你要股市要能够赢，要能够获利，唯一的关键是什么？坚持主升。 专攻起涨，投资朋友四个字叫做专攻起涨。你看，我们上周讲什么？我们除了讲光洁旭报今天一样喷涨停板之外呢？啊，这个宅配通跟家里大龙跟这个东升，有没有？都是上礼拜五出现起涨点。你看，赢在起跑点，上周五切入，上周五喷涨停，今天开盘又涨停啊！ 就是真正啊最强的选股的功力哈、哦，选股的功力来自什么？来自于观观念的养成，坚持主升，财富倍增，哈，坚持主升，专攻起涨，投保。这个专攻起涨四个字，就是你传到我们会员的价值，好，来投保。来，这是啊，今天大盘收一八二三九，有没有差一点点？好，投资注意看了哈，呃，一八二五没过叫整理，没过叫整理，毕竟涨了两千四百五十八点。 跌破需要整理没有问题，但是，一旦能够重新站回去，就代就是代表跟贵告诉你的答答案很清楚哈，叫做整理结束，懂意思吗？哈，特别特别留意哈，本周起的多空分界点就在我们昨天战报讲的一八二5五，好，那 OTC 哈，你看。 的短均线是跌破了，长短均有没有涨这么多？短均跌破修正，OK 没有问题，因为下方有三条长均线，有没有看到箭头？全部是往上做助长。所以同胞来哈，看这个左边，我们我礼拜五跟各位说哈，啊 OTC 必须让我看到什么？看到收脚，有没有？今天还没有，对不对？还没有就是没有，但是以它这种惯性的，只要能够撑住三天。 只要能够撑住两三天，今天低点不做跌破，两三天内依照我对 M A C D 关系的了解呢，它很容易收脚哈，所以耐心等收脚，一旦收脚，我会在两大粉丝团盘中就分享，好，请各位一定要锁定了哈。另外呢，选股是不是靠功力？上周五讲的宅配通、嘉以大龙、东升市喷出，好，赢在起跑点就能够享受被全市场。 抬轿的喜悦了，对吧？哈、哦，来，再跟各位重复一次哈、哦，啊、呃，我认为中段修正很 OK，毕竟涨了二四五八点，但是修正结束后才是重点呐、啊，修正结束后能不能再涨？ 那再涨的原因是什么？我认为是“高空”这两个字很重要哈。今天全市场没有人跟各位讲“高空”这两个字，我待会做详细的解析哈。那 OTC 一样哈，等收奖哈。现在看我们一路跟各位分享的股票有没有？就说五十年磨一件，五十年磨一件跟谁有关系？跟台积电呐、啊，跟护国神山有关系啊，对不对？是三幅画。好，你从头报到尾买进，不为震荡，然后呢，从头报到尾是赚八成八。 我也跟各位讲过了，以我的个性，我不可能在我的股票喷八成以上才请新会员帮旧员抬轿，我不做那种事情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会推什么？推很多的新股票。这个中沙从八七点五喷到一二六，也是一样啊，赚七成四。所以呢，重点不是三幅画中沙赚多少。 一档赚八乘八，一档赚七乘四，重点不在这里，因为你已经错过了。重点是三幅画第二跟第三，还有中沙第二。你看今天三幅画第三有没有再喷啊？已经快要创呃这个历史新高哈、哦，快创历史新高了。所以，投保代表你整路都有机会。 一定都有机会哈，好好的把握了哈。好，这是圣灰有没有？好，圣灰喷出后呢，我说什么？我说圣灰喷出，我不可能带你去追已经喷出圣灰但是圣灰第二你就必须把握，对不对？好，今天开牌了，为什么？我们从一九零耐心布局，好不好？一九零底加，投资朋友们有没有分享过？呃，标股主升，标股日常，好不好？完全正确，有没有？投资过来喷几天？ 喷两天，喷两根长红，整理几天，整理八天，有没有？喷两根长红后，竟然整理八天，所以这八天就是你考验是不是能否成为主升段标股信奉者，然后从中赚到暴利的赢家与否了，是不是？你看哦，这两天买进去之后，这八天你要忍耐，这八天你听我的，呃，去认识这个主升段的日常。 然后认识之后呢，喜欢它，然后呢顺应它，因为它会常常发生，好把它当成一种习惯，好，那习惯之后呢，你看哦，买买进喷两天，休息八天，忍住，忍住后又喷出了，懂我意思吗？就是、说你要赚整个一大段，这八天你是必经过程，懂我意思吗？这是呃姜老师特别各位讲的，就是很多散户不了解，你不了解，你碰到股票整理三天、五天、八天就会砍呢、啊。 懂我意思？而你常常因为你不了解，你砍掉后它就喷出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什么叫做主升段标股日常哈？好好的把握机会哦。你看这个油田也是啊，油田要喷这样钱是不是整理了也是超过八天？有没有整理十二天了？十二天的整理是什么？是酝酿外来的喷出。这都是主升段标股常常会出现的事情。所以什么坚持哈？坚持主升，用主升段标股的训练。 学习，然后帮自己掌握最大的获利的全员了哈。光姐有没有扣低？扣低扣低，喷出有没有，你看哦，上个礼拜的不？请问有光姐有多少黑 K？什么？有多少黑 K 啊？上个礼拜，上礼拜五天有三根黑 K，可是终究还是喷出啦。所以，什么？自己啊，记好这个原则哈，好好的把握机会。所以我的原我的原则是什么？ 低档布局，坚持主升，赚喷出后的暴利。然后你不要等涨停才追，因为呃很很多股票没有在量能没有到四千亿之呃之上，成交量没有攻到四千亿之上，很多股票涨两根三根都会整理。 所以你不要等涨停才追，好涨停追就容易短套，一旦套就被双八了哈，这是我跟各位苦口婆心说的事情。然后不要做太短了哈，做太短一定被双八。那唯有做波段呢，咬波段才是康庄大道，这是我一贯跟投资朋友分享的事情哈。那另外呢，我的扣三 D 技术的话，又在发挥实力了。 上礼拜五选的股票，今天喷涨停啦、啊，是不是？扣三 D 的绝技，请各位把握时间，把握机会，好好的学习哈，不要怕辛苦了。你现在辛苦，你现在付出，未来当你完全透彻了这个扣三 D 的超最强技术之后呢，它会变成你一辈子帮你稳定获利的全员跟依据。 扣三低就是扣三低，你永远去选扣三低，然后永远不要去碰扣三高的，你坚持下去，它一定会有幸福圆满的康庄大道，懂意思吗？所以我说过，越努力越幸运哈，不要怕辛苦哈，要怎么收获先怎么摘哦哈，坚持主升，财富倍增，有没有？去年十二档啊，今年会继续努力帮各位创造很多的获利了哈。好，那这是我的 YouTube 解盘频道啊，然后记得帮。 我订阅按那个分享哈，那两大粉丝团，请各位扫描 Q R Code 做加入，然后特别是蓝色的 Telegram 投资宝。我每天晚上给各位什么？给各位筹码、投信的筹码、主力的筹码，还有大户筹码的分析，这个很重要。 对你的手上的持股有没有筹码，然后外这个法人的筹码优势存在，帮你做加持，这个才是能够享受很多主升段标股的乐趣的这个关键然、哦、后请各位一定要赶紧扫描 QR c 做加入了，好来，投不好？啊，这是我之前讲的有没有？一六二四八一六一六，有没有？我们一路坚持攻万八战万九，有没有？ 一六三九三，我说最少满足点在万八跟万九。十月十二号预告什么？攻万八跟攻万九，一定是人讲。我的节目特色是永远领先市场讲，而且我讲的不是短线，我讲的叫做趋势。好，唯有趋势才有机会，才有办法帮你创造比较大甚至很大的波段的获利。 扣三 D 是个绝技头，同学没错吧？一六三八七扣三 D 好不好？一路喷呐、啊，还没长均线，大多的排列，先回再上，先回买点又上，有没有？还是没有大多头排列，先回再上，好不好？是不是每一次都命中？好，我说一七六六九是什么？是最后压压缩买点，买完之后毫无悬念会启动喷出，什么？是喷出。 因为它一过万八，有没有海阔天空？按照过去的火车月台理论，前一次一旦长呃长达半半年哦，长达半年的整理期，月台相顶突破没有压力啊，没有压力之后就是说就是说海阔天空啊，所以这一次极有可能，对不对？好，我说一八七八会来，好不好？有没有试后验证？这是全国最强、最领先、唯一具有预告能力的技术，投保最高一八六一九。 是不是差一百点而已？是不是我说会毁？为为什么？好不好，短线涨很多嘞，从这里算涨两千四百五十八点，从这里算涨九百五十点，有没有？所以需要降温，所以降温是好事，所以不要怕震荡哈。好，那上礼拜是不是跌破一八二五有点危机，对不对？好，有点危机你就稍微呃稍微呃正视它一下。可是今天有没有很明显呐。 很明显，对不对？在呃美股下跌利空，好，在本土疫情有点扩大，呃内外在利空双双夹击之下，能够收这样子，我认为很了不起。甚至有就会遇酿大空，这是我的看法哈。一八二五，留意了哈，好不好？记记好了，就是啊，其实依据很简单，学技术技术呢，就是找证据，找支持你去赚大钱的证据。就是说，假设未来三天。 能够突破一八二五，然后能够守住一八二五不破，那是不是代表修正结束啊？有没有？好，那同理可证。O T C 同步，你看过去两次是怎么涨的？收脚没有？一收脚拉回来，一收脚见低点就喷，拉回来呃见低点，然后一收脚就喷了，有没有？所以同步同理可证。所以我一直跟各位说，收脚收脚很重要。来，同步。那另外跟各位说明同步。 为什么我认为会有高空的机会？来听听好了哈，因为我从这波，不管是从低点的一六一六二，或者是从这里哈，这里是一六一六二嘛，对不对？哈，或者是说从这里的一七六九九一路启动以来，我都发现一件事情，散户都不敢进场。 散户都没有进场，好，那之前散户没有太多的进场的筹码。另外呢，那一根黑 K 之后，融资又大降，有没有？啊、呃，之前整个大波段上涨，融资进场的没有很多。第二个，碰到一根黑 K，筹码快速的减肥。上周五融资上市三月多大减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是一个嘎空手。 所以这嘎空来自于什么？来自于两个项目哈，一个是筹码，就是一个是嘎空手，另外一个呢是咔嘎。这空单。好，那相信这样跌破后，上周五既然融资降这,这么多，那很多投票因为轮动很快速的关系，那变成手中套牢的股票越来越多，那一旦套牢就就有什么有反向的思考的逻辑呀、啊？所以我们发现也有蛮多的散户开始偏向空方思考。然后呢，同宝，另外哈，来看我的转折啊，这个很重要，来要。 好，我跟各位讲过什么？讲过啊，十、呃、二月是扣低，一月扣低，二月扣低。好，那月线至少十二月、一二月是不是没问题？是不是全部都扣低？有没有类似这里全扣低？有没有扣低？即便出现月线的长长的上影线，可是趋势没有改变啊，因为还是扣低啊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在月转折依旧扣低的背景下，投不好？注意看哦，哈，这个周就很重要了。 这个数字哪里来？一八二五哪里来？所以，淘宝，你看见很清楚哦。不？你把一八二五五这个转折呢，画一条线，啊，画一条线，好，把这个一八二五，啊，我画的不够精准，再画一次，好，这个一，呃，一八二五五，哈，来，的话，这个数字，好，大概在这里。 OK，有没有？好，那这个数字数字是哪里？是一八二五。那一八二五，因为今天也守住了均线也守住了一八五是转折，哈。那转折能够守住，好不听好了哈，在涨十三周背景下，那如果没有站在一八二五，周线是扣高的，记好了哈。 在涨十三周背景下，一八二五如果跌破无法站上周转的是扣高，它扣高是整理的呃这个表征。好，但是呢相反的扣啊、呃、涨十三周之后，如果一八二五能够重新站回，它变它变成什么？变成什么？变成所谓的高档，涨到高档因回而不回再喷，那叫做高档强攻盘。来重复一次，好，这是月线。 月线是三扣三低的三年多，好，月线长趋势是多。那如果周线变成高档强攻盘，好不两个把它合并在一起，变成长线是多，月线长线的长线的人是多，然后周线变成涨十三周后的高档强攻，周月长线中线两个指标把它合并在一起，它变成什么？变成强势的高空啊！ 懂我意思吗？所以就筹码跟技术面两相合并之后，我认为来看我的昨今天帮各位做的字卡，我认为你要特别特别留意这个一八二五，我会把它视为什么高空与否的关键点。就是说，未来几天，当你确认了如如，如同我说的，如如同我说的，它形成高空的证据出现之后，然后 O D C 也能够顺利做收缴。那我就认为。 赚轧空暴利的机会，它又出现了哈，所以好好的把握机会。好，那以上从一六二四八一六一六一路来的技术分析，我全部都课程都会教哈，所以学习永远是最赚钱的投资了哈。我们的课程还包含从未公开的技术，好不好？你有在用三足看板软体吗？手机 A P P 有个叫三足看板软体，那下方会有很多自设指标哈。 我的技术班还教的还交了会员，从未公开，然后也不能公开，因为要保障会员权益哈，从未公开的技术哈，所以在三足空的软体做指标的设定哈，好好的把握机会。那另外强烈建议了哈，我的扣三 D 你一定要学会，好不好？为什么？我的技术班呢是参加会员的附加价值，好，请各位把握机会了哈。那去年是十二档，因为已经过去了，不再做多说。 讲现在的来扣三 D 提款机，好不好？这个很重要。我一直用我会员真实操作的股票跟各位分享，为什么扣三 D 的技术你学会之后呢？股市跟标股都会变成你赚钱的提款机，好不好？来，这是光洁有没有五一点五？你你你这个完全看不出来，对不对？可是它喷，它喷了，它喷到八七点九，涨七十一帕。 当一档股票会员赚了七乘一之后呢，好不好？你你知道发生发生什么事情吗？对不对？是百分之百确认了，好，出现一个所谓的扣三 D，有没有？你看八一五一点五赚到八十八点五，已经赚七十一趴，扣三 D 就出来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所以好好的把握机会，都能够事先做掌握了没有？买五一点五，享受喷出的喜悦。 全市场数数一数二最强标股就在会员手上，有没有？好，这是飞鸿，飞鸿扣三 D 喷到哪里？我说除能是未来今年二零二二年的主流之一，哈，有没有喷到五十二了？好，短线震荡来看二二四五七的飞鸿有没有？短线震荡涨多震荡很合理呀、啊，因为长均线全部是大多头排列，所以坚持不卖。 懂意思吗？哈，好，所以请会员续报来，投保再来。这是联结哈，联结赚三人四，会出场做换股来投保。我们换什么股票？我们之前讲什么？讲台积电的相关供应链有没有很强很强啊？三氟化喷出，中沙喷出，那唯一没有喷的是谁？是万润。可是投资票，你看哦，去年十月十号一五，投保你愿意吗？ 你愿意这里买万润未来扣三 D，然后呢去爆牢，然后享受未来的喷出，的不可以吗？一档股票用基本面，用逻辑，用供应链的逻辑，用扣三 D 技术抓出来。那抓出来股票有没有可能天天涨？不可能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你看哦，对不要有信心呐、啊！你看一百一十五的万润，现在一百四了。 是完全不用追，你天天享受很多的媒体啊，全市场分析分析师给你推荐万论，是在你的屁股后面帮你做抬轿，就是什扣三 D 的技术领先永远是最好，认同吗？好，未来扣三 D 买进买进爆老等喷出一百一十五，那今天是一百四，懂我意思？完全不需要追，好，来，好不这车网电还是喷出？好的我再来哦。 扣三 D，我上周在大盘即便跌一八二，跌破一八二五，我说过买谁买扣三 D，有没有？你看好？今天完整做说明，再一次的说明，因为已经说明过很多次了。但是，一样哈，我坚持用我会员真实操作的股票跟各位分享，为什么扣三 D 对你一辈子的大富大贵会有很棒的帮助？同吗？们，为什么？四七点六是家里大龙，那、啊、请问是不是扣三 D？ K 线在这里只能讲未来有没有？未来是扣三 D，那扣三 D，月线扣三 D 是属于月线多的长多。啊如果是周线扣三 D 呢？周线是中线中多，懂我意思吗？好，那这大楼很明显扣月线扣三 D 好。好长多起涨，投保好？是不是上周五喷涨停，今天跳空一下子又收涨停了，投保？这样是赚十六趴，有没有？ 上个礼拜五买四七点六五附近啊，今天呢，今天五十五点七了，好不好？是不是？你看哦，上个礼拜五还没有喷长红，没有喷长红怎么办？坚持主升，主升来自于扣三低，然后专攻起涨。请问我是不是？我是追涨停还是买起涨？是买起涨，买起涨。上周五四七点六五啊，今天长红棒出来了，是不是？全市场都帮我们会员抬轿。 有没有好一档验证后来看第二档好不好？是谁？是东升，有没有？东升扣三 D，没错吧？三十七点一五扣三 D，坚持主升，主升来自于扣三 D，专攻起涨，有没有？K 线还没有拉出大长红棒，起涨赶快买。好，上周五买完，上周五只有涨五趴，有没有？好，今天差点涨停板，我这样就赚十趴，有没有？投入了再来看一次哈、哦。 扣三 D，坚持主升，买扣三 D，攻旗掌，对不对？专攻旗掌。上周五越线才一点一点点红，一点点红，然后今天呢，今天变成很大的红了，是不是？好好把握机会哈，一边赚钱一边学习哦，来好不好？是宅配通一样哈，来看，呃，坚持主升，主升永远来自于扣三 D，我一直讲，一直证明，一直验证，扣三 D 就是提款机，有没有？好，七十九块钱。 七十九块钱的宅配通扣三 D，然后呢，上周五喷涨停，今天再喷涨停，开门就涨停了。他说是不是？你看哦，上礼拜五嘛，才一点点红七十九块钱，今天呢，今天涨停九十二了。我说是不是？扣三 D 的绝技，懂我意思吗？所以从头到尾，从以前、现在跟未来，我都会持续跟各位做验证。这是江老师帮全国会员研发最强的预告能力指标。 一边赚钱一边学习，你看上周买七十九，今天九十二了，才两天呢、啊，两天十三块了，懂我意思吗？好，再来，好不好？这是自贸，你看是不是扣三低？扣三低，这是我们设定的圣辉第二你看今天喷涨停，一九零买进，好不你看这是日常的吧？这个很重要的哈，这个、这个真的很重要，这是观念的问题了嘛？来哦，喷两天，整理八天，再喷两天，好不好？总共几天？ 八加四等于十二嘛？十二天的过程中，只有四天是涨的。十二天里面，四天是涨的，八天是休息。他懂我意思吗？比如说，你看，又再次证明了，真正的主升标股，往往整理时间远大于喷入时间。所以，这个整理时间是你必须学习的，是你成长的关键。你把主升段的思维逻辑学会之后。 当成主升标，认识主升标、主升的标,标股的日常之后呢，你耳后再也不会每一次都垂心肝。老姜老师，我为什么股票卖出后都喷出？因为你不懂啊，不了解啊，懂意思哈、哦？所以好好把握机会哦哈！你看一九0今天二三二，算是四十块钱，十张四十二万，坚持主升是不是看到大道？没错吧？ 康庄大道，好，所以好好的把握机会哈。好，今天证明了选股功力就是自自身的关键哈。好好跟上新的标股哦，哈。台积电王者在起，今天盘靠谁拉拉起来？是,不是台积电，没错吧哈。所以三幅画中沙第二持续锁定哦，持续锁定。三幅画第二还没有创新高，还没有创历史新高，中沙第二也还差一点点。 三幅画第三差一点点，懂意思吗？所以底部是慢慢垫高的，所以请一定要把握哈。你看台积电为什么变成护国神山？因为你懂嘛，一颗晶片撼动全世界，没有台积电多少科技工业会停摆。所以呢，哈，今年的台积电的 Q1 有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强的淡季。 Q1 都是淡季，可是是最强的淡季，好，所以他们特别特别留意哈，好好把握机会哈。我今天跟各位讲的哈，一八二五是关键，好，然后呢，选期的标股也是关键，涨二四五八点之后的中段整理结束，能够站稳，重新站稳一八二五是为什么？是为高空的关键，一旦高空证据成立之后。 全力火拼，好，这是江老师今天跟各位做邀请的哈。那 O D C 特别留意收收脚哈，没有收脚不需要照进，听清楚哦哈。明天后天没有收脚不可以照进，但是一旦让我看到收脚证据。 我一定是火力全开，霸气十足，要帮全国会员掌握高空的暴力的这个旅程。哈、哦，请各位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哈！圣辉喷出，对不对？圣辉第二果然呐、啊，所以你要相信，我讲的股票都是具有波段性。听好了哈、哦，波段性，我们布局的时候都还没有喷出，都完全没有喷出。圣辉买的时候没有喷出，圣辉第二自贸买的时候没有喷出，甚至整理八天，同胞你看到、哦、买两天。 喷两天小赚而已，整理八天也一样是小赚。可是整理后的喷出两根呢，获利的距离就拉开了。就是说，姜老师坚持主升的实力哈，好好的把握机会哈。那 a 的留言在一六八或者是零八零零六六八零我的电话把它拨通了、啊、哈。新会员赶紧做持股调整，好不好？为什么周转折、月转折，现在多空并存。 扣三高跟扣三低的股票多空并存，所以你万一手上爆的有七八成以上都是扣三高，那怎么办？未来喷出你的股票不会动。 所以一定要换哈，一定要全部把它换成符合主升段的标股哈，好好的把握机会。我们把各位准备好了哈，你错过这个教里大龙啊，错过宅经记的股票，错过这个呃自贸哈，我们新标股明天开盘准时锁定确认可以买进后，就会通知你进场，好好的把握机会哈。节目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跟分享哈，祝各位操盘顺利了，拜拜。 券头零八零零六六八零八五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